V の出番ですわ。さあ、バリバリ活躍しますわよ。私、ユイと申しますの。お見知りおきくださいませ。3、2、1、押せて。畑、ここを耕して畑にするとおっしゃるの？素晴らしいアイデアですわ。ぶちかましますわよ。くらい遊ばせ、光り輝け、アクセルです。 V 是電擊屬性、反抗定位角色、擁有高頻追擊效果，能对单体敌人造成大量电击属性伤害。此外，波翼对触电敌人有增伤效果，所以与擅长附着触电效果的角色组队时，他将在战斗中更为强力。波翼的核心被动技能是大工程启动。当队伍内任意队友释放人格面具技能造成伤害后，波翼有35%的固定概率立刻追击技能主目标，并造成单体电击属性伤害。配合技能超稀有奖励，可在指定队友造成技能伤害后立刻进行追击。技能噼啪惊奇枪，能对一名敌人造成电击属性伤害。若敌人未处于触电状态，有概率使其陷入两回合触电状态。若敌人已处于触电状态，则提升技能伤害。技能爆炸砖块，能对所有敌人造成电击属性伤害，对技能主目标造成更多伤害。技能超稀有奖励，释放后将提升自身攻击力，并可以选择一名同伴作为波翼的玩伴。玩伴对敌人释放技能造成伤害后，波翼将立刻追击，释放 Highlight 使波翼提升自身攻击力，同时在追击时将额外造成基于攻击力的伤害。在 Highlight 效果持续期间，任何同伴释放技能造成伤害后，波翼都会发动追击。拥有高频追击能力，能有效针对单个敌人的 Boy 就介绍到这里了。各位队长，游戏里见吧。ここがあなたの。